日前，女星于明佳在助理的陪伴下从外地回京，她的心情不错，在机场有说有笑，但天有不测风云，半小时后便风云突变。于明佳的车开到她所在的小区后，在车库进口与小区保安发生纠纷。开始时，于明佳助理下车与保安吵架，眼见纠纷无法解决，后边的车不停鸣笛催促，于明佳气愤之余，干脆选择了弃车方式，搬出行李箱与助理一起走进小区，任凭那辆车堵住车场进口，小区保安一脸无奈，只能报警求助，车场则造成交通堵塞。好在这位面容姣好的女星不像李公子一般的暴脾气。我大事李干妹，哎，我爸李双枪嘞，好宝马街上有，好牌好笔跟我走，谁敢挡我路，让他吃拳头，爸爸的教导记心头，前仆后继跟走。哎，我有冲锋枪哎。搜狐视频娱乐播报独家报道。上网看好声音，你在搜狐视频。大家好，我是叶秉桓。